来看到嘉义县的消息，嘉义县特定工厂发展协会关进十八座防疫消毒门。今仔日县长翁章梁伫嘉义县陈文忠卫生局长赵文怀陪同之下，亲自到新港乡卫生所颁发感谢状，感谢协会热心共同抗疫，希望大家齐心努力之下，早日战胜疫情，希望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县长翁章梁表示，防疫期间为了提升社区的防护力，嘉义县公设接种站全面展开疫苗接种服务。面对前来施打疫苗的民众，就要逐一测体温、清洁消毒，需要耗费着人力。在人力真闲的情况下，嘉义县特定工厂发展协会号召会员集资赶工，关进十八座防疫消毒门。消毒防疫啊，这个设计的门哈。那所有的卫生所，那现在都有装设这样的一台，所以你只要去卫生所要洽工，那基本上都要先经过这个门啊，先给自己啊量一下体温，那包括啊相关的这个消毒液啊这个喷洒以后，再进入到所有的那个啊洽工里面。那我想啊这样的一个装置啊非常的方便，那也不需要有一个这个工作人员呢 啊在那边喷洒酒精啊，包括量体温啊，完全是自制术的哈。所以我相信啊，大家一起来啊防疫。那也谢谢我们啊这个特定工厂发展协会啊对嘉义县啊卫生局的监助。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防疫。嘉义县卫生局呼吁，除了饮食以外，外出游玩专程配置口岸，实验者保持社交距离。餐饮者虽然目前有条件提供内容，但是务必采用隔板，也是梅花座以及全年荤菜。除了当大的亲友聚餐无受限，那社团社区中秋的活动禁止，但是家人行业无受限制，遵守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范办理，千万唔通因为降级来上社来疏忽。谢谢新闻蔡文东，新港乡蔡洪报道。我讲，大概拿苏院长来嘉义，就是要嘉义快乐，就是要嘉义精神，要嘉义继续往前走。去年的12月19号宣布要促成嘉义有科学园区，那今天来宣布整个科学园区所挑定的地点跟未来的发展。科学园区啊，这一块积木摆上去，等于整个龙宫大线架构能够完成。我想9月5号对嘉义来讲，会是一个未来永远必须要记得的日子，在15年后、30年后，大家就知道今天有多重要。因为今天的宣布，代表嘉义往龙宫大线方向走。今天条件已经达，咱高铁都嘉义设站，故宫南面嘛，规个已经发展了。我真知影，安尼一大发展的速度对落着边的消防。八东东的交代，要让家己更加好，咱家己爱护发展起来。所以今仔日，咱就正宣布，嘉义科学园区落脚在太保。